大家可以看一下 PPT。 网红制造这个项目，这个项目呢，我们将重点推出我们的当红主播甄冰冰和她的小剧场。然后我们平台呢，主要提供宣传和推广的资源。我能跟得上吗？说。这事儿我不是跟你说好了吗？这必须得带着我学姐，怎么就剩我一个人了？ 没跟人说啊？你个大骗子，你又玩我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个事情我可以解释一下。白公子之前确实跟我们提议过，我们经过认真的考虑，觉得田小田小姐最近的情况比较特殊，好像不是很适合参与我们这个项目。情况特殊？ 在调查清楚事情之前，和协调好处理办法之前，平台将暂时关闭你的直播间，没意见吧？我有意见。整个平台的主播都在卖东西，为什么只关我的直播间呢？你别激动，我刚才说的很清楚。现在后台接到了几十起关于你面膜的投诉，甚至有人往公司发律师函要打官司，追究公司的连带责任。现在公司的问题很严峻，你知道吗？ 你们就能够确定有问题的面膜师从我这儿买走？卖面膜的主播那么多，你们要想杀鸡儆猴，也别拿我开刀。我们也调查过其他主播，他们说所有的货都是从你那儿进的。我觉得这事情是有人在黑我，看我发展的好眼红，你告诉我是谁，我直接找他解决问题。田小田。 我说你也算是公司元老级的人物了，你觉得公司要是护得住你的话，会关闭你的直播间吗？公司这事现在闹得很大，不过直播间关了，我觉得对你很好，你就当是避避风头吧。公司呢是非常的匹配，还有呢资源上是。从这一点上来说，这。
哎妈呀，是不是老感动了？我就说嘛，我们女孩子呢就是喜欢惊喜啊。冰冰再 man， 好歹她也是个女的。哎呦，你们说重点了，我们今天是来庆祝你拥有新项目的，就算贴心呀。太贴心了，贴心的我都快哭了。咱们搁门口唠啥呢？查水表。哎，快进去，快进去，快进去。饿了吗？想吃点什么？你真的是被人黑了吗？你卖的面膜真的没有问题吗？我心里就不会那么害怕。以后都不要再提这件事了，好吗？又是因为甄冰冰是吗？在她落难的时候，我好歹也帮过她，她为什么要看着我死呢？田小田，我再认真的跟你说一次，这件事情跟甄冰冰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作为一个成年人，你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你现在有被害妄想症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田小田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我认识那个白小鹏了吗？
已经起诉他了。嗯，这回啊，怕是公司也保不住他了。说三分话不可全掏，一片心呐。你好，你的爆料我很感兴趣，请问你从哪里得到这些图片资料？你是否可以确保爆料属实？不能告知信息来源，但可以保证爆料属实。我们需要确认图片是否经过 PS 才能发布。好的。所有照片都是原图，毫无 PS。
好了，不管这事儿什么结果，都不是你的错。就算他是真的被黑了，也是他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再说我把你扔下去了，陈佳楠。嗯，你觉得今天这事儿怪我吗？为什么要怪你啊？不是，我的表现怎么样啊？进来吧，饭马上就好了。什么时候走啊？要不要我帮忙？不用不用，我回头找个搬家公司，一趟就给搬过去了。再说了，也不远，就在隔壁小区，没准以后咱们遛狗还能遇上。不用找搬家公司了，可能东西也不多，我借个板车就给你拉过去了。你借板车不也麻烦吗？回头还得把杜十楠押给人。这辈子都不理我了呢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得罪你了。但是我觉得
是应该先跟你道个歉。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你多多包涵。有什么不开心的，你都忘了吧。你对我有什么意见，你也可以尽管提，我能改的一定改。其实。到底有没有整过容，做过？对不起，冒犯了你，但我并不是你说的那样。最近可能有人要在网上散布一些不利于你的消息，如果你得罪过什么人，最好能够想办法让他们别再伤害你。如果需要帮忙，随时来找我。喂，徐姐，怎么了？鼻音这么重，哭鼻子了？没事儿，就是被疯狗给咬了。
跟你说了也没什么用。有个人突然跑过来问我是不是做过台，有没有整过容，你说他是不是有病？本来就什么人都有，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。没事儿，你早点休息。我也睡了。嗯，晚安。爆炸还是大爆炸？嘿，你还在写日记吗？偶尔也想说说心里话。嘿，你还记得那个笑容带着花，只能够藏在心里呀。嘿，你还继续追梦吗？偶尔也在学校吃人说着梦话。嘿，你还那么臭美吗？虽然只能偷偷欣赏呀。嘿，你还那么想着他吗？有时拿得起也要放得下，每天都在努力呼吸着空气，痴人说着梦话。嘿，你还那么臭美吗？虽然只能偷偷欣赏呀。嘿，你还那么想着他吗？有时难